那不玩了。情侣吵架。我是看宝宝快跌倒，我就快笑死。那就对女生这样就好。那、然后他们就跑走了。只有猫不会离开。可能你对象搞错。他摇尾巴摇得很不耐烦。不会啊。好想了解宝宝到底都在讲什么。不知道，该怎么讲？冲他讲。这个是不是现在臭掉了？哎、欸，好像又可以发一支片了。什么东西？你说废片？诺基玩猫记。哦，诺基玩猫记。